看我给彤彤做的盲袋好看吗？彤彤来了，妈妈，你给我做盲袋了吗？没有呀，妈妈今天没有时间，还没来得及做呢。哼，不跟你玩了。你过来，你干啥？盲袋，给你拆吧。好的。妈妈，你做的这个衣服盲袋好好看，我有点不舍得拆耶。拆吧，里面有大惊喜呢。嗯。玩具大礼包，去找玩具，妈妈给你藏起来了，你去找。好的。巴啦啦，能量小魔仙变身，我来溜。我最喜欢巴啦啦小魔仙动画片啦。魔法星元宝盒套装，哇塞，非常精美的首饰盒，而且这个首饰盒有三款颜色哟。彤彤，你在忙着干什么呢？编手链的呀。哇，彤彤编的小手链，给继续编。我的手链编好啦，真好看。我再戴上戒指，获取星月魔法。彤彤要把小戒指和手链放进首饰盒啦。然后我们把它变成精美的包包吧。好的，我好喜欢我的首饰包包耶。这是谁的魔法棒呀？也可可的呗。谁的呢？